天要来做一个 unboxing video， 我们先来看这个，有没有人猜到？好了，很美，期待我们下一个影片有惊喜给大家。今天要来做一个 unboxing video， 就是要 unbox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要买这个东西来 unbox？ 是因为之前做了一些 testing 的东西，然后效果不错，所以就决定上 Lazada 去买这个。然后今天我们来 unbox。Okay. 我们先来开这个。A few moments later. Give 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为什么我会要去买这个呢？有没有人猜到？哇，就是这个啦。Mini camera， 好像不错，怎样开？哦，哇，果然现在还得。哇哦，还有一个盒子。就这样小个而已。可能是插电的。OK， 所以希望用这个拍起来的效果会让给大家满意。OK， 可以回到来，为什么要去买这个呢？是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我的 YouTube channel 很久没有已经 active 了，所以来到了印尼这边训练的时候，所以就想那时候就问我朋友，他讲周末你的 YouTube 这么久没有 active 了，就他那时候就给我一个 idea， 讲其实 YouTube不只是一直要去 upload 还是什么，就把你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的 memory 啊，全部记录下来，把它放在 YouTube， 以后你自己也是可以想看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把自己的 memory 全部存起来，然后分享给大家看。所以那时候就用了我自己的电话 Destin去拍这个我在印尼的第一个 vlog， 然后效果还不错，但是那些当放进电脑在 edit 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声音会有点蒙啊，
模糊这样子，然后还有那个 video 的时候也是有一点蒙，所以就决定了去拉扎达买这个，所以刚到今天就 unbox 给大家，所以接下来的时候就会用这个去拍，然后希望会带给大家更好的效果，所以大家期待我下一个影片会带给大家 surprise，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订阅、分享以及按赞我的频道哦，拜拜。哈，但是在你们走之前，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fan 送来的，所以也一起 unbox 给大家看。包到很美，它是来自仙店，下面有它的 Instagram，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找看。感谢这位粉丝送来的这个好漂亮的情人节礼物，然后还有一些零食，这是对，还有一个，应该是一样的吧。有点不一样，刚才那个是照片，现在这个是 Hopefully this snacks will be sweeten up your day, have a lovely day。 okay， 谢谢这位粉丝，哇，这个你这样长，所以感谢这位粉丝送来的情人节礼物，期待我们下一个影片有惊喜给大家，拜拜。